以前只听说过卖萌，我作为一个三战视频博主 ，S 一赛季竟然也遇到了这种事情，而且我还拿到第一手资料，这个瓜可大了。所以你们抱怨我昨天为啥没更新，今天可有好戏看了。先说说荆楚的情况，晚上8点攻占州府长沙。 对于荆楚来说，八级城是一个门槛。墩哥早早带上2个小弟也来参加攻城，像这种集体的活动怎么能缺少我呢？8点攻城正式开始，来看看这次的表现如何。第一场打平了，回营帐再来一次；第二次又打平。来看看具体战报。第一场守城军主将沈佩还有1800没有打掉，可惜了。 墩哥一个人贡献19000的伤害。第二场13000的兵力，墩哥表现依旧很稳定，贡献16000伤害。孙奔贡献11000的伤害，可喜可贺。长沙守军不到3分钟就放假回家了，看来我们荆楚的实力很强嘛。昨天有个网友私聊我，希望在战长沙的时候能看到他上电视，但实在抱歉。 人太多，我眼花没看见你在哪里。用时44分钟，顺利的拿下8级城长沙。就今天的攻城情况，说真话，我挺想念沈佩的。现在我的队伍就急需一个恢复的战法了。沈佩是河北的名将，那免费半价我就去邺城去抽，看抽卡的玄学到底有没有用处。毫无惊喜。 玄学看来都是狗屁不通。瞅了一眼自己的财产，还有872金珠，拿下长沙有100金珠和6万铜币的奖励。现在我的金珠已经有960了。我突然萌生一种想法，要不要来个5连抽？也许5连抽就能出自己想要的武将。即使没有抽到沈佩，抽到一个城卡，也可以给许攸当材料卡来觉醒。这个想法就像野草一样，在心底蔓延。 无法抑制，那就来吧！策划保佑，希望出一个有用的卡。哦，抽到了朱俊，还是挺不错的。在 S1 赛季，朱俊这个武将可谓是神将。在我们攻打永安的时候，巴蜀一支33级的朱俊的队伍，打掉一支42级的诸葛亮、关羽、赵云的蜀枪。 又打平一支40级赵云、夏侯渊、徐庶的杂牌骑兵，对方的队伍也就是朱俊、张任、蒋钦组成的，所以各位抽不到赵云、刘备的玩家不要难受，有了朱俊，你一样是这个赛季最靓的仔。扒皮公威名赫赫。好了，回到我刚才说的攻打永安，本来我以为永安是一场艰难的拉锯战。 没想到永安几乎是毫无阻力，很奇怪，巴蜀没有派任何队伍来防御。扭头看了看西城的方向，才发现西城被山东给冲破了。本来安静了2天无战事，大家都各自种田打城，悠闲无事。在今天上午10点20分，山东突然对巴蜀发动了进攻。巴蜀一直在永安和我们拉扯，忽略了西城的防守，结果山东势如破竹，直接把巴蜀门神俘虏。 后面的营帐区全部给推光，河北盟友并没有来支援，山东得势乘胜追击，现在的巴蜀很难受，可以说前有猛虎，后有腹背受敌。而山东现在已经开始攻打安阳了，安阳一旦被拿下，山东就有了桥头堡，不知道河北会如何应对呢？可以说这个 S1 赛季河北才是最耀眼的。S1 赛季攻城略地活动今天结束。 几乎所有人都可以领到3000金珠。有趣的事情发生了，昨天河北发生哗变了，河北的高战集体要求换盟主，原因是河北的指挥官被撤了，从此河北群龙无首，没人指挥战斗了。所以西城被山东攻破时候，河北没有任何的支援，河北拿下上洛后也毫无建树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。更有惊天内幕爆出来，河北群的信息。 河北的高战纷纷要求换盟主，河北的盟主也是毫不客气，昨天踢掉了90%同盟的玩家。这波操作让河北的玩家气得咬牙切齿，在世界频道口吐芬芳。看着满屏的愤怒和不满，我真替河北的玩家感到惋惜。他们期待游戏体验，竟然成为了别人赚钱的工具。我认为三战游戏这个同盟的机制要改进，像今天河北的这种情况并非偶然。河北的事件不仅伤了玩家的心，也对游戏造成了不良影响。希望游戏官方能正视玩家的体验。今天的感慨有点多。自从我接触这个游戏以来，它一直陪伴着我，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我见证了它的成长与变化。作为一个三战游戏玩家和游戏博主，我深切的期望着游戏能够越来越好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明天要抽3000金珠了，不知道会给我什么武将呢？我念念不忘的沈佩能否如愿入手呢？我们明天见。